上次讲到伤寒，那么下来是重寒。重寒是寒邪直中脏腑，伤及脏腑阳气。应该说它有个共同规律，重到哪里就出现局部的冷感或者是冷痛。有时可能没那么明显，只是觉得局部不舒服，但是出现御寒加剧。得温痛减也算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一定要加上几个字，临时性的。因为假如局部冷感、御寒加剧、得温痛减是一贯性的，那是阳虚慢性病，你这个就临时性的，别平时没有，可能某几天出现的。那么常见是重哪些脏腑呢？第一个是胃。那重胃怎么回事？那个简单的，比如喝冰水、吃西瓜，或是吃了中药一些太过寒凉的药物，不是凉茶。你本身是不是热底，又学人家喝凉茶，可能出现，那我不写了哈。胃脘冷痛或冷感，御寒加剧，得温痛减。然后胃还加上什么呢？你们觉得还应该加什么？泄泻不是胃的，泄泻是脾的。什么？胃气上逆，其实应该可能会影响食少，然后再出现我不写了哈，胃气上逆的症候，打嗝、嗳气，然后反酸应该不会，呕吐。那么假如呕吐，呕吐什么？呕吐物清晰寒。这种应该能找到比较明确的诱因，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。一个是胃，另外一个是子宫，一来月经的时候就出现子宫冷感化冷痛，御寒加剧，得温痛减，还应该有什么症候？精色暗，那精色紫暗，然后颊血块。你假如一来的时候小腹部出现这种感觉，应该已经是痛经了。但是你要注意，我们教科书有时写成寒淋包宫，我感觉应该是双重因素。除非你不是每次，比如说有时有有时没有，那可能是寒淋。假如你每次都差不多，每次来都出现，那就是阳虚。你最多说阳虚受寒，但是阳虚的比重会更大。你注意啊，现在讲的这个寒邪是阴盛则寒的实寒症。然后还有一组是寒淋肝脉，复习一下，这肝脉指的是肝经，肝经循行部位是下肢内侧厥阴经中线，然后上到少腹两胁乳房。说它经常出现是在肝经循少腹牵引睾丸，然后冷痛或是冷感，御寒加剧，得温痛减。甚至会出现一种民间讲的缩阳症。缩阳就是男的阴茎收缩进去。那么这一种倒是有人说是文化病。我现在不好评判，因为
跟上次讲的肾虚不一样，这种病倒是确实好像跟心理因素有关。你比如说某一个村庄出现了一例缩阳症，只要一传开了，在那个时段往往就会出现几例，但是没有就没有。但是你说纯心理嘛，又有点怪，中医是用温肝的方法有效，但这种病应该现在比较少见，城市更少见。农村有时在一些不是太富裕太发达的地区有时有，所以我感觉它跟心理因素有关。所以你说它是部分的文化病可能讲得过去，但问题是用温肝的方法有效好像又很难说是纯粹的心理，会不会原来就有一些生理性的偏差，然后在心理作用下诱发。还有你说缩阳症为什么跟肝经有关呢？你注意啊，阴茎海绵体在中医算什么呢？算筋，肝主筋。古代一句话叫前因为中筋所聚，中就是肿，那是筋来的。所以比如说阳痿这类的病，你纯粹用补肾的方法，假如没有用肝经的概念，或者说疏经活络这样一些药物，效果不见得很理想，所以这里应该加上肝经的概念。这里还有一个少腹牵引睾丸冷痛，不见得一定男性啊，比如说少腹牵引冷痛不是睾丸，在女性也可以出现，所以这里不排除一些妇科病。我觉得更常见的可能是一些神经痛，有时神经痛也会出现这种西医的神经痛。另外重寒还会出现一种，这个应该是伤寒跟重寒合并的，冬天四肢冷到痛，那种你说影响内脏血循环再影响四肢也行，你说直接外部伤寒也行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伤寒跟重寒都有。另外一个是冻疮，冻疮应该偏到伤寒，只是它不以那个感冒的形式表现出来，直接就在肌表。那这种是常见的寒。另外一个就是急性胃肠炎，西洋所讲的急性胃肠炎，假如有泻下清晰像水一样的，就那么两三天的，在中医你归到脾也可以，你归到肠道也可以，那个是寒。但是急性胃肠炎那种泻往往除了水一样还有点黏黏的感觉，那就是寒湿。比较好的方就是常用的那个藿香正气散，藿香正气散就对付这类急性胃肠炎，尤其是肠炎大便清晰，同时间点外感症状，就上次讲的胃肠型感冒偏寒的类型。湿，凡治病具有重浊粘滞趋下特性的外邪称为湿邪。还是原来那句话，这里有气象性因素，但不纯粹是气象性因素。说它是有气象性因素在里面，是因为湿性病确实在南方地区多见，但问题你北方不湿的地方也同样会有人得这种具有湿的特征的病，所以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很纯的气象性因素。另外一个是长夏，长夏这种说法我讲五行讲过，可以是长夏可以是季月，那么你在广东就要活一点，不管什么季节，只要气候潮湿，那么得湿症的可能性都比较高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一个，湿为阴邪，易阻遏气机，损伤阳气。你觉得它第一句可能跟刚才那个寒邪很像，寒为阴邪，易伤阳气，但区别在哪里呢？寒邪伤阳，一个伤得更厉害一点。另外一个它不选择什么部位，
你哪个脏腑的阳气它都容易损。而湿邪伤阳一般有选择性，最容易伤哪个脏？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损伤脾阳为主。所以一有湿邪，大概有几个症状出现概率很高：腹胀、拉苔、便溏。而这个便溏还有个特征，你只能只是大便烂，你很难说它湿啊。大便烂得来，粘的，有粘性，甚至不烂，比如说到最后解手完了，擦不干净，粘还是湿。另外一个主治气机，湿邪跟我们前面讲有四个字并称，水湿痰饮，水跟痰饮是比较有形，那个直接就防外气的运行了。湿你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吧，形象的形象一点，大概体内水分子多了，其弥散状成弥漫状态。但这种弥漫状态，我也讲过，津液跟水是混合像雾露状的。你现在这种水多了，虽然是弥漫状态，它有时也停留在局部，所以它一停下来，气就停下来，容易防外气的运行。一防外气的运行是什么表现呢？前面讲过，气字就一个字，脏。所以湿堵在哪里，哪里会出现胀闷感。从治疗角度，只要看见有湿的表现，你不管它胀不胀，加行气药。因为即便它没出现气滞表现，我加行气药没坏啊，气行则水行。最常用陈皮，行气健脾燥湿化痰啊，当然还有几味药啊，当然可能你们不太熟，我就没办法举。另外一个是湿性中浊，你注意这里是两个名词，一个是中，一个是浊。先看中，只要体内出现沉重感，就算湿。这沉重感大概有几种，第二个。喉身困重，沉重感啊，其头身困重到了病人来看病的表达，你要注意，他的表达就是累，所以这个累你要跟他分别清楚，最好问他你是无力感还是沉重感。无力感是气虚，沉重感是湿。假如他说我分不出来，又无力又沉重，气虚加湿。另外还有一种感觉是肛门重坠。但肛门重坠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中气下陷，就是气不生清，出现脱肛的比较轻，可能会有这种现象。另外一种就是湿，怎么判断呢？经常有的就是刚才讲的例子。假如你就这一段时间有，可能过去之后又没有，可能是湿。另外还有一个症状跟这个有关联，叫做里急厚重。什么意思？厚重有点是这个，里急呢？大便经常有便意，老是去想，但是还没完，拉完又想拉，有拉不干净的感觉。所以这跟刚后面讲的湿性粘滞那个有关联，黏黏腻腻，老是不干净的那种感觉，里急厚重。除了头身困重，你还可以有一个关节困重，这个就是上次讲的湿痹。出现这一类，通通算湿。走。
轴比较简单了，稳轴、汇轴。这稳轴、汇轴指的是分泌物、排泄物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妇女白带增多，它又有黏的特征，又有轴的特征。假如黄带多，那白带多就是寒湿，黄带多是湿。还有大便，比如说那些慢性结肠炎，或者是一些慢性肠道病，经常是拉完之后后面还带点黏液、泡沫、黏液，这种也是轴。还有前列腺炎，小便完了也会带出一点黏液，轴。还有皮肤病的渗液，黏黏的也算，不用我举那么多例子，你只要看见分泌物、排泄物、黏腻、粉轴，通通算湿。然后湿性黏滞，第一个是症状的黏滞性，第二个是病程的缠绵性。先讲病程缠绵性，你只要一看中医症型诊断之中多了一个湿字，这个症就没那么好，那么快治好。那比如说我说外感风寒，正常的应该表楼辩证没错，应该三天左右。你来个外感风寒湿，那可能就4到5天，有个湿困在里面，那种邪没那么容易驱得干净。另外一个是症状的黏滞性，症状黏滞性刚才讲了。里急后重，拉完又想拉，拉不干净。还有比如像泌尿系感染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、尿黄短，其实你认真形容也是有那种拉完又想拉，拉不干净，只是出现在小便，不是大便。这凡是跟湿相关的，而这种黏滞性，你跟刚才这个轴可以混在一起看，分泌物、排泄物。带有黏性又混浊，那更加肯定。比如早上起来眼屎很多，我们中医叫木湿，这种也是湿哦。黏油性皮肤，有种油腻感也是湿。最后一个是湿性趋下，一直因为这个是从水往低处流泪以来，湿性泪水比较重，往下走。一席因为是下部、内部隐蔽的部位。你看我刚才举很多例子，基本上都是大便、小便、阴部这样一些位置的症状居多。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病，渗液性的皮肤病往往是在阴部附近或是下肢比较多。这是湿。湿性病，个人感觉好像中医有些特点。有时我到外面去跟一些医生交流，尤其是一些西医，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西医都排斥中医，尤其是对一些中医有认识的，他还蛮认同。认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本身拿着西医的牌来学中医，有的地方是中医牌、西医牌都可以来。那么有时候跟他们聊天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西医，至少比如说好不好做？”有时候这边都这样问的，他们说很好做，他说钱不是问题，就等于说他不是以赚钱角度，他实际上做医生做的差不多的时候，钱不是问题。那么追求个什么呢？成功的感觉，治好病人自己就觉得很舒服，但是他感觉有些病确实中医处理起来比西医好一点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自己说的。比如呢，他举几种，第一类寒症，他的寒症包括实寒，包括虚寒，尤其虚寒。
因为西医没有寒的概念。比如说你说一个人很怕冷，你叫西医怎么处理，恐怕没有给你吃一个药就让你暖起来的，没有这样的药。他说一个寒症，另外虚症，因为他中医的虚好像很好对号入座，什么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精虚，我那个针对性很强。西医没虚的概念，尽管他可能有某种维生素某种微量元素缺乏，他有这种概念近似于虚，他说好像操作性没中医强。比如说你说维 C 缺乏，不，我们老师出一下小说维 C 缺乏，你就补充维生素 C， 它功效有多强真不好说。但问题是你为什么缺乏，它不见得是炼入量的问题。那假如炼入量那太好办了、那你补它一两个月都不出血了还是出啊，那肯定是你体内代谢有问题。所以他感觉就是第三个湿，尤其是皮肤病。皮肤病的那种渗液性皮肤病，我也不好说西药不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用西药，干性的湿性的西药有点好处是什么，尤其它那种激素类的那种软膏真的好得很快。我觉得有些急性的东西你让了软膏一下去，有的人说哎，用激素就掩盖一下过后又发作，不见得，急性的很多盖下去就盖下去了，没了就没了。但是慢性的好像真有点麻烦，你用了激素类的东西好像压下去了，很快一段时间它又出来了，又用又压下去了，又用又出来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中药相对会好一点。然后这里中药其实还可以造成外洗剂，比如说我开的那服中药，我开多一服，内服的开多一服量更大的，就叫它熬出来就外洗。那么湿性皮肤病用外洗的方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还有内在的病，比如慢性结肠炎，现在相当多。慢性结肠炎我的临床观察大概，我不能说绝对，七成左右是一个什么基本症呢，脾阳虚兼湿。所谓脾阳虚是什么呢，经常是吃了生冷的肥腻的东西就容易拉，你一吃生冷的拉那不用讲偏寒，你吃肥腻的拉，肥腻算湿就偏湿，往往还有点什么呢，拉完又想拉，拉不干净，里急后重。其实里急后重并不纯粹是湿，有是湿热的表现，加点热，因为里直后重后面经常伴一个症状肛门灼热。尽管没有肛门灼热，比如说你肛门灼热很明显，那就是湿热重于湿，你假如仅仅有点里直后重没肛门灼热还是有湿热，你最多说它湿重于热还是略兼点热。那可能有同学觉得奇怪，你不是阳虚吗，怎么又有热，你注意啊，整体的寒不排除局部有点热。你注意刚才那个湿为阴邪阻遏气机，气机一受阻，气停留在局部，局部的气多了，气郁可以化热。所以前面讲的从化，你说某个病邪碰到什么体质可以转化，除了那个体质影响，病邪本身也有转化之机。那讲最难转的那个寒转热，你看看寒邪，寒性凝滞，寒性收引，腠理关闭，阳气郁在体内出不去，本身就有化热的机制，再加上假如你是热底就会转，连寒邪都能转，湿邪更不用讲。再加上广东地区我感觉到那个水土，尤其是水有点偏热，你看湖南，尤其跟四川那水没得比，四川那基本上雪水的，那个很寒，说他吃辣椒耐受性很强。你看四川人湖南人来到广东，可能比广东人能吃辣椒，但是肯定跟他在家乡不一样，差了，水平降低了，这里的水有点偏热。